文，哥布恩，滚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可是我带的全是护甲呀，我是不是有病啊？别挡道！全军出击！太卡了，卡也没办法了，凑合玩吧。实在不行，明天我就坐飞机隔离一个月，然后去美国给你们直播。你说你妈呢？带个多兰盾，先学个 W 呢，没捡着呀呢。哎，哎呦哇，上面有个皇冠，好，国王，我拱。我拱，哎呀呀呀呀，疼，可以 W 一连招吗？不是，可以扣一连招啊！啊，原来能扣一连招啊！啊，为啥不早说呢？我寻不能呢。啊，能扣一连招啊！如你所言，学到了。这不知道啊，这你们也没说能扣一连招啊？怎么的呢？这么狂吗？嗯，哎，花里胡哨。压了，先来个小反甲，旋风冲锋，原来是可以 QE 连招的，天哪！闪现嘲讽！哎呦我操！这么猛！我想想啊，他是怎么连招的？他是。他是 WE 连招啊，我明白了啊，嗯，哎，没事，这都小问题。要小心。这别人选一把，我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。我见我还头一回玩啊，我也不知道这英雄到底怎么回事啊。好的，打个爆破，
我不想出炼金罐，我想出日炎。好，他没啥伤害。可以。如你所言。跟狼人那似的，有个范围。塔皮没吃哈，但这么地儿吧呢？哎呀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。不要在意那些小小的细节。我们不是正规比赛，我们是非正规的。别挡道！哥温。夹我！这英雄不好杀呀，挺能跑啊。他如果猥琐，我们还真就没啥太好的办法。其实剑圣可以过来试一试。夹我！我感觉他能斩杀我了。一换一吧，可以接受啊。You have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说实话啊，那王八那大招飞的挺慢呢，飞的可挺慢呢，还有个抛物线呢。伤害130秒。如你所言。移速越快，飞得越快。放屁！你是不是当我没看过视频呢？哎呀，夹我！哎，夹可挺疼啊，夹的我龟龟有点难受，我要去赶客了，再见。哪来个眼糊了摄像头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还不打呀？那也不拼呐！我们最好是别站在中间，站中间受到的伤害会变高。挡，挡，什么意思？你的蓄气好低呀！
你在给我搓背吗？你在给我修指甲是不是？修脚给我。再见。你不用你往里钻，你往里钻我也没在那儿。别挡道，我来日炎行不行？算了，这把根本就不用我们出手，这把啊压根儿就不用我们出手，明白不？因为这把有剑圣，我们只需要当一个工具人，跑得快上去胖仓一个冲天猛撞。我天哪 ！R 技能改名称了，叫冲天猛撞。原来叫地动山摇，好像。你换个佛爷哥跟我打，你更没个打。换鱿鱼能打。谁 rampage 了？好，谁？你给我打问号也没用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为啥去中国，他去中国就猜呗，真就换个鱿鱼呗，啊，这么恶心吗？这鱿鱼什么皮肤？这鱿鱼，暗晶之眼，你好细哦。Shut down.是。咋这么多针眼呢？哎呀，好疼哦！我讨厌鱿鱼。看来鱿鱼今天我得跟你玩一玩了。你给我死！你给我死！真烦，哎，简直是烦躁，能打死我？哎呀，真提神！可恶的鱿鱼！还好我没出日炎，我要出日炎就不好办了。但是下路对面的塔先没了呀。这鱿鱼你不一枪给我把它崩了？吃橘子啊，我不看了，我看的累。我们去一波下路吧，啊，来呀、啊、女枪，来，昂、嗯、炼金罐儿，嘲讽住、哦，完了，坏了，妈的佛爷哥过来了，这佛爷哥挺烦人呐。他们家佛爷哥是肖带呀，兄弟，啊，这不肖带吗？所言，
玩这个还有消带，要么他就是一点也不扛，要么他就消带，两种情况。我估计他可能是又不卡又是个消带，这把碰上不是个善茬了，这是。坏了。好。小龙估计也没了，小龙。好。把上路推了吧。关键这鱿鱼我杀不了的，挺膈应的啊，挺膈应的这玩意儿，挺讨人厌的。这也不用这么多大招吧，那鱿鱼没闪现必死啊，团长大留一手啊。哎，王八这个咳嗽的持续时间好像比以前高了。你们发现没？啊，每次平 A 可以延长我们的咳嗽时间。哟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加了两秒，那哪是两秒啊，加了四秒。嗯，短短没事，给我干的。这鱿鱼是什么意思？给我杀鱿鱼！剑圣给我双杀！那剑圣 Q 哪去了？怎么的呢？这佛爷哥，我们先撤一手。漂亮，全杀！把中路拆了！这家伙给你们狠！还消带呢，进别开大招，我啥也不知道，快走。大招能给人击飞不？我看看啊，动力冲刺状态下失望会将区域中心人击飞 0.75 秒。不行啊，这哪行啊，你正常应该是大招就带击飞，然后动力冲刺，然后击飞更多一点，必须得动力冲刺才能击飞的，才能带击飞，那干哈呢，大招不能击飞，大招的中心也不击飞，我只能这么告诉你。我看出来了，他们都挺卡的。那个刚才那个萨芬尼，那技能给你撇的，我就能看出来他200延迟。昂、秀，嘲讽住，给我杀萨芬尼！后边，这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捡我！哎呀，剑圣没在呀、啊！啊，剑圣没在吗？剑圣！哎呦我操，剑圣没在！算了吧。
剑圣怎么能没在呢？哇哇哇！哎呀，差一点点，你刚才不摁 W 应该就好了。刚才不摁 W 就好了，剑圣得在呀。剑圣一看，这剑圣玩的就不错啊，咋的呀？你咋的呀？我不嘲讽住你吗？啊、嗯，短嘲讽，漂亮小龙，几个人啊？我看看啊。戈温，还戈温，哎，短，我拱，嘲讽住，拱，拱，拱，嗯，短，给我杀，嘲讽给剑圣啊，咱不抢那人头，我们要人头其实没啥用。我只能说是没啥用，嗯，短儿，嘲讽住我拱，有点疼啊！剑圣怎么被嘲讽了呢？快跑啊，快跑！这波太阴精了，这波、啊、太阴精了。我操！我这 W 技能持续时间好长啊！那玩玩打野确实行，现在真的，那玩玩打野确实是可以啊！谢谢加冕的飞机和半卡啊！谢谢加冕的飞机和半卡啊！感谢感谢。团啊，他们是不是打大龙去了？怎么还打上大龙了呢？就杀杀戈温呢，杀鱿鱼，漂亮，两刀给我杀！漂亮，全杀，拿下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新版的王八不可以 W 完事再开大，一定要先大再开 W。我好几回开完 W 再开大 ，W 没了，就很恶心，还带没的。要小心！要不刚才我能更扛得更久一点。怎么的呢？我来了啊！冲天猛撞！来了，嗯，短，嘲讽住，套点盐，给我杀！拱，拱，拱，漂亮，嗯，鱿鱼，你给我死！操你猴子！给我点死他！拆！
QR 一直都没中过，那玩意儿都不好中。回家跑得快。再出个紫炎之力吧，还得跑得快呀。继续啊，团呢？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。谁也别怕死啊！啊、嗯！咻！给我杀！小龙！哎哎，这有福叶哥！快给舅舅，快舅舅！我打死他！漂亮，哥们，这个哥们我跟你们说一点也不扛啊，这个哥们也不扛，这哥们所以我们卡的要死，一看这哥们的操作啊，就根本他就一点也不卡，这个人可恶。有小心，你俩打不打龙到底？打呀，这有什么不能打的呢？美国人，可能是本地人 ，American。嗯，咻！点死他，我就在你旁边呢。我没死，死了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不行了，看你们的了。嗯，给我杀哥们。嗯。没打过呀？为什么没打过呢？那破败玩意儿打我好疼啊！王八感觉也不太行，你选王八不如你说有更好的选择，不如搞个乌迪尔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？中团呢，老扫人儿，你说？嗯。哎，嘲讽住，打死他！嗯呀，咻！队友，我来救一下啊！我拱。剑圣每回来的都是这么慢的，剑圣来的怎么这么慢？大龙吧，要我说这也拆不下来呀，把中路拆了，拆完以后大龙
两包，飘着。大龙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大龙！没啥用啊，这大招比以前好用了吧？其实王八算加强了，王八加强不少呢，真加强不少。首先，他的 W 技能多加了好几秒 ，R 技能又能突进，加强是加强不少。给你们来一个啊，给你们来一个。嗯，哎，嗯，给我杀，我扛着。我唰的唰唰唰，我给你扛他，看来不行。怎么的呢？这佛爷哥，别急啊，这给套盾了咋整啊？嘲讽度，嗯，短开 W 溜，嘲讽度。这佛爷哥也不是本地人呢。佛爷哥不好办呢，还有他妈他一点也不卡，气死我了，卡死你，我诅咒你出门就卡。太他妈流畅了，真流畅啊，出个蓝盾，小龙没了，下路推一波吧，推一波下路可以。要小心。来一波下路啊，去下路直接一波吧。哎，哥们，嗯，秀，给我杀你！你为啥不杀这边啊，兄弟？哎，我靠！击！我应该是扛不住他们几个人，我感觉。嗯嗯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个基地啊，试试看吧。他们五个人要杀我的话，其实也是能杀的。不行，我守不住。他跟我先杀那个戈温就好了，我们一个一个杀，先让对面减员一个。